我有一个同事，我们常常叫他老陈。有一天，他去超市，看见了一瓶苹果醋。老陈感叹道：“现在的科技真发达，连苹果都能做成醋了。”结果回到家后，他惊讶地发现太太买了一瓶老陈醋。我叫18号，是一个女孩子。更新了海岛2.0后，有好多小伙伴发来私信，让我发一个新版本的跳桥教程。其实和之前的差别并不大，不过多了个小技巧，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我们跳伞来到两座大桥的其中之一，这次我选了右边的，两个并没有实质的差别。接下来，我们需要找到倾斜度较高的杆，走到这个位置，点击翻越，一直往上走，接着左转，来到横梁的中心处，稍微后退一点点，直接向前大跳。再来就是最难的部分了，沿着细杆一直向上，直到顶住头。此时我们点击下蹲，然后不断向左侧移动，直到站起。最后我们对桥梁上的 X 点位直接点击大跳加攀爬，就能轻松上来了。对了，在跳桥的过程中最容易失误的点有两个，第一个是横梁上的大跳，飞过去后一定要记得点一下后退键，不然很容易摔下去。另外，最后一步的大跳如果没有移动到最外侧，很容易撞到头，牢记以上两点，跳桥就非常轻松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跳桥教程就到这里了，没试过的小伙伴赶快去试试看吧。我是18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